我有个生日祝福，祝暗夜玫瑰许久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我有一个生日祝福，祝 ID 为超喜欢的我的冰冰小可爱生日快乐。耶！每个人在左手边成员的额头用口红写写一个字儿，点评被写者三次内猜中可以擦掉。如果他没有，如果没有猜中的话，这个将留保留到结束。结束。我现在玩这么大。你们敢不敢？反正是写在我们头上，也不写在你们头上，你们当然叫的响了。哎，没有，如果保留到机长的话，就他们机长的时候一人画一条。怎么样？你们可以吗？怎么现在答应这么爽？不是，是你画他们，他们画你，然后他们一人画一条。我画他们，然后戴蒙变关公了，一人画一条口红。没保留到什么时候再说吧，我们先看吧。我们保留到，我要拉票的。啊，对，这样子啊，这样，刘思燕你拉票对吗？这样子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拉票环节你可以擦掉，让你美一下，但是后面再补上去，可以吗？行吧，行吧。妥协，我们让刘增艳漂亮的拉票、啊、努力一点别输。哎，努力啊。好，然后我这边有一支口红，然后就要开始了。我们从哪边先开 始，在左边的人成员呢？左，那就是都可以啦。从这边开始吧，从右边开始。我看你的额头很好起。对，我的额头很大。你不会写一首诗在上面吧？这个颜色好像不是很红。哎，先感受一下，先试一下，先感受一下。试在这个上面，好像没有什么颜色。试在手上。哦，红、哎、他说这叫没有什么颜色，真的不是很红，这么红，不是很鲜艳。那就来吧，就用这个吧。来吧，开始吧。写什么？吃没？我要写得很高级。我去下面拿两个夹子，把大家刘海夹起来。几个人有刘海啊？哎呦，来 ，QQ， 不是，关键是我是铁刘海，夹不起来的。你再铁的，哎，再铁的刘海都能让你起来，相信姐姐们。哎、到哪个程度了？刚才我给你准备了漂亮的夹子。这个、也太丑了。还有这个，任君挑选。不是，我没有刘海，不用这样的。没关系，这不是刘海吗？来，孙燕。轻一点，漂亮点、啊、我还要拉票。小孔，我今天是那个，我给你挑了最漂亮的颜色，漂亮吗？还好，还有一个超级好看，好看啊、再留给 Coco，、哎、给 Coco， 给 Coco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！哎，你们的额头都太适合写大字。我的美人尖呢？在呢，给你留出一缕啊！我今天是来吸粉的，不是掉粉的。漂亮，漂亮。好了，来，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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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可以啊。哎，你的呢？小钱，我还有一根可以绑。不是，我哎，是哎，不是。首先，戴萌，我们的刘海，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？啊？好自觉，好自觉，女的。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面对镜头啊，漂亮啊！你搞一点，我写的超好，超简单。啊！这个
他看，不要给他看，好好看猜一下。嗯，开。一次了。我提醒你，已经一次了。提醒你，这是个和你自己有关。对，和你自己有关，跟我们大家也有关。对，其实我生生每个人都有关系，跟我们都有关。息息相关啊，息息相关。而且这个字吧，还代表了团魂，我告诉你。哦，没有这个字，整个团就完蛋。呆。呆。哎，下面不要提醒啊。哦，这那我再告诉你，这个字很弯，对，就是又直又弯。S。对，还有一点了。还有呢，是个词语。没有了啊，三次了， S, 三次了，好了，对，你特别值钱现在，你怎么都看不见了？我都看不见了，对，我怎么就看不到我从？别看了，看见了吗？放弃吧，放弃了，小钱已经惩罚了，还是没看见。你怎么看都看不见了，别妄想看了，小钱。来吧，我看到雪芽起的套路之后，我现在有一点猜得太广。竖弯钩，方块，口，结束了，口，啊，没写完了，没写完，没写完啊！你闭眼，我闭眼，我刚就是闭眼的。人有点倒笔画，果，口一横一竖一撇一捺，什么字儿啊？有关，跟我有关，美，还有一次，就再给我个提示呗。哎，我看，哎，看不见，看不见，真看不见。给我个提示吧。给你个提示，然后和你有关。他提示过了。然后不能再多了呀，有点像人，这个字有点像人。啊？鹅？不是啊，不是，没说，不是，没了没了，就这提示是吧？有跟我有关，有点像人。嗯，是有点像人哦，很接近了的，就很。啊！我以为你很聪明，就跟你长得也不过如此，简直跟你一模一样。我这猜得很准吗？跟我一模一样。对，嗯，超像。五、四、不行，我猜不出来，我可以放弃吗？一，等着吧。好了，到我了是吧？哎，像不像？像。真的不是美吗？呆萌，你哎，你这样我来，你做这个。我再想一下啊。你结束了，你现在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，再开一点，哎，然后微笑，看镜头。哎，先拍，哎，保持，哎，保持，你保持，然后先拍远景，然后在那个大景一直放脸啊，远景，切，往里面切进去。我等会儿笑。好了，过去吧。下一个，我来了。不要这么享受。哎，其实我都没有写好，给你想好给你写什么字。那个美人尖捋一下，就往上捋一下。
对对对。人交流的啊，是字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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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简单啊。目前为止，这个字我这辈子还没见到过。美，美不行，不能写那个字。不是美，别闹，我不是文盲。哎，哎，哎，根据我的猜测，哎，待会儿根据我的猜测，我们俩脸放在一起。站不起。你们两个，等一下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站在一起，你们俩站在一起有事情会发生的。你这个也不行，我也不行，不行，你真不能跟任何人站在一起。你，我也不行。脏吗？行吧，你快猜，你先猜，你先猜，你应该已经猜出来了，我觉得。你看着我们俩，你应该能猜出来了。你看我们连你主要看我，你就联想。是字还是字母？是就是字啊，字。字。你看看他们。不是字母 B 吗？是。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是的呀，不是，是你这个明明是铝，你别乱看，铝。戴龙，你公布答案是 B 还是铝？是铝，是铝。下一个，给你，答错，给你。这样有什么资格？拿着，你废了。哎，我太好了。他说我废了。哎，你这样，你这台机台，对对对，你再侧一点，哎，对对对。我这个很难哎，你知道？我送你，哎，我送你三个字。海的味道，我知道。这是人，这是缘，缘尽世间，妙不可言。
珍惜啊珍惜，不然拉票会就顶着这个字儿啊。哎，我发现刘自信其实不用猜，他待会把刘海放下来拉票就可以了，待会拉完票再起来。这个字是妙，孽，真的是孽啊？哪个孽啊？哪个孽？天哪！哪个孽？是怎么回事？哪个孽？他怎么猜出来的？我看不见。等会儿，这个字读孽呀？不是。我下去查了半天，哇，他怎么猜出来了？啊、这是孽字吗？这样吧，写的太丑了。拉票公演，因为刘正业拉票公演，算你对了，算你答对了。虽然我们写的是薛啊，薛子啊，来，云姐，来，你废了。哎，你要点奖吗？小刘垫脚写。准备好，你站在那边去准备好。是谁写 Kiki 啊？是聪聪写 Kiki 啊？聪聪写，你过去站好，准备好。哎呀，那有什么用？我也是最后一个，没啥镜头的呢，看不见呢。你们都是一开始就写好了。看看写的啥？哎呀，天哪，天哪！刘正业，你这个笔画太差了，这样才能让他猜不出来。到笔画到一塌糊涂，到的来已经是七荤八素了，已经。我感觉你这个字儿也写错了。没有吧？这是哎呦，没错。来，云姐猜吧，给点提示吧。这是他笔画，简直不像是幼儿园学生写的。我是故意就是不让你猜出来。你完蛋了，你肯定猜不出来。也跟你本人有关，每个人都不能离开他。对。哎，这样我再给你个提示，你和他连在一起，想哭，想哭，你也你跟刘正业连在一起，你怎么想哭骂人？云姐刚感觉要驱魔了，你也装，法海。收了你一次机会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提示你，有首歌 Hebe 田馥甄有首歌，哎，几个字啊？几个字告诉你，你不就猜出来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一个字啊。不是，我写的是一个字，一个字。嗯，这个字是他的歌里面的一个字。太多了，哼一下呗，唱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说不定我不知道呢。这样子，云姐，你唱一首歌，只要这一句歌词里面带到这个字，都算你对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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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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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厉害。你唱一句，然后就一句啊，只要带到这个字，就算你赢。就一句啊，是不是这歌火不火？是火死了，超火！田馥甄拿手火的一塌糊涂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，明明你也很爱我，没理由爱不到结果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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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可以可以可以。他唱了两首，那就算输了是吗？两首算输了，为什么？我第一个说的是孽障嘛。第二个小幸运，第三个你就不要想起我。有理有据啊，有理有据，污不了了，没办法。没事，如果你们都没答对的话，我就跟你们一起。啊、哦，有情有义，好，不错，好，不愧是有爱的女人。来，谁啊？接下去、啊、是云姐给毛毛写。毛毛。这口红要断了，大家小心点啊！哎，这是哎，这啥呀？这是字吗？是字。
哦，真的是字。这是甲骨文吗？哦，哇哦！哦哦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，看出来了。我以为一开始我以为是个甲骨文。哦，卖不错。猜吧，猜吧。李雨琦，答题，回答问题。你们这边打架？啊，李雨琦，李雨琦。我一转过去，他就不切我了，就切远景。我们的什么？我感觉你在画画。没有没有，和你有关，和你有关，和你有关。毛？不对，不对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啊，但不是，不是，很相似了。相似了，和你有关，相似了，但是不是，是很相近了，嗯，就很像毛，但是又不是毛。有什么字？哎，有什么字像毛不是毛？手。两字，两字。哎，像毛不是毛，但不是手，但和你有关，脚。啊，叫我干啥？下面的，嗯，二，好，好，不是，好，好，好，不是，输了，不是，不是，输了，不是，刚那个人有点像，人家跟你比，你答二，毛毛，接下去吧，是帅子吗？什么？如果你是帅，我就是美。你这，哎，你这确实挺美的，我承认，好吧。你也挺帅的。别看了，看不着。卡高点啊，咱们。哎呀哎呀，聪聪的额头好饱满。和你，哎，你，哎，毛毛，毛毛，哎，哎，这个毛毛，这个字你头上吗？你太差了。写错了。这啊，哪儿错了？没。加啥两点啊？哎，我知这个，你这个太好猜了，跟毛毛有关，太简单了。哎，这个跟孔祥云也有关。这个字生动形象的形容了毛毛，他刚刚形容了毛毛。你什么？你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，都不能站在一起。你不能和我们站在一起，特别是不能和孔祥云。你不能过去，可以，我希望你这个，你也不能，你也不行，你也不是安全的，跟我在一起吧，跟我在一起，你现在不能和任何人在一起。我真的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脏，我也不可以吗？不可以，你更不可以。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俩去，猜吧，是距离。我觉得这个字可能是帅。你想多了，醒醒，孩子。哎，我给你一个提醒，你和孔耀一在一起就是一塌糊涂。
搬在一起都一塌糊涂。确实，这句话说的没错。为什么是我呢？哎，孔阿姨很可怜，她只能站在这边。回来，你去安慰他吧，去吧，我来陪你了。现在只有许佳琪可以过去，其他人过去只能说我也可以太脏了。你也可以，软软回家可以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云姐你回来，你也有点过来。云姐是什么？那个通通还有，发挥你的想象力，富。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？白富美，保持住吧 ，Kiki， 来吧 ，Kiki， 许佳琪，我要跟着你贴在一起，这样我就是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哎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、啊？许佳琪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只要跟这个字连在一起，写再好的，写个美都没有用，美可以。我知道有个好词，有个好词。我猜你。看好了啊，我旁边是孔湘莹。还是那个要注意一下尺度啊！注意啊！注意啊！我们都是哑人啊。现在你一个人待在这边是好事，你跟狂音在一块儿就一塌糊涂了，就一塌糊涂。那是什么词啊？而且你这个字一出来，哎、狂音自己你们三个，哎，你们三个是组合哎。哎，这样子，哎，你们三个站在一起，然后露出这样的笑容。不能说，啊，你可以说，你不要跟孔阿姨一起说就行了。那我跟你们一起说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呆傻憨，憨憨敬礼，可以。现在可以，牛二。现在我们这组有谁赢了 ？Kiki 赢了。我还以为我是装呢，对，装跟孔耀莹呆可以呆在一起的，你觉得可以呆在一起吗？装，啊，孔耀莹到现在都不敢站在这一排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你是吕，我们是吕，我们可以有升官啊。我写的字是吕，官，对。好了，你可以归位了。对。我不会现在刘海是这样的吧？哎，真聪明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然后好了，大家欣赏完我们这个快乐的 MC 了之后呢，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们啊。